她也是谁的妈妈，女儿啊，妻子啊，朋友姐妹啊，她和她她想留长发，想了很久要是留了也只能藏在手术帽下用发卡打挂，不怕回到外面只一枪压，内心不安想法，我说 Oh 别太在意 No， 你不仅善良可爱，面对专业你是 Pro， Oh Oh No， 就往前走别往后，头发留不留你做决定就够了， Let me hear you say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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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在庭上陪审团表情严肃的打量长裤运动鞋梳油头的姑娘，我知道其实她很紧张，要穿正装最好化个淡妆，但她字里间行通宵苦想，把案例主张全部统统摆上，没回应但应该有不错走向，啊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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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那么多干嘛，在旁边奋笔疾书，头皮发麻，气温腹痛，会场有风、汗流到手中，手不受控，心沉重，他的爸妈早就说让他回家，不去相亲，不谈恋爱，不听话，这段回忆很重要，不能分心被毁掉，不要做一般，要做更好，要他们看到，要他们骄傲。